我现在来到的地方是观音沼森林公园的停车场。那刚停好车，大家可以看到这边有中巴也有大巴，也就是说这边是团客可以来的地方。那我的右手边呢，它就是有一些高山植物都已经变色了。左手边大山大泽。那这里是无料租车场，不用钱的。接下来我们要前往这个观音沼。请问你们是旅行社吗？哦，旅行社也会来这种地方，不简单。我以为这边是不会有大巴来的地方。那待会观音沼森林公园这边我拍摄完之后，我会前往这个雪歌桥。这里是公厕，待会结束后我会来上厕所。如果漂亮的话，以后我可能也会排这个景点啊。不过，哎，还是要以辅导其他景点为主。好，现在要进去了，跟着圣君老师走遍秘境绝景。哇，这好红哦！这个就是那个啊，之前在九州看的吊钟花。好，我们来到了观音沼，这边还有个雷神社。然后等一下这边走一圈，步行一趟，有看到倒影，不过是有点枯黄的。啊，雷神社是个小神社，来，我们走一圈。是上方的一个小神社。哇，这个角度拍摄不错，大家看一下倒影有没有倒影。哦，有人在那边拍，也就是说这是个取点的好地方。走下去也太厉害了。这个角度不错，这边还有椅子哦，可以坐在这边。水漂亮，宁静的湖畔有倒影，只是都落叶了。如果再找一个礼拜来应该会更好。那我就先录到这，待会再录第二段。